郭耀辉先生，你是否愿意以 Kulia Sari 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我愿意，强国人见证，我郭耀辉愿意你 Kulia Sari 为我合法妻子。好真挚，好真挚嘅一说。好啦 ，Sari， 轮到你啦 ，Kulia Sari 小姐。你是否愿意以郭耀辉先生作为你的合法丈夫？我愿意。大家都会掌声我哋新娘子。既你都愿意啦，两位一定情投意合噶啦嘛，都请你喺我哋面前，跟住今日咁有型咁。我请在场各人见证，我 Kulia Sari 愿意你郭耀辉为我合法。Thank you.
好高兴今日能够为一对新人 Sherry Terence 主持婚礼，相信今日来到的都是我们一对新人的最亲的亲人，也都相信是我们一对新人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也都相信是为着送上最好最真挚的祝福给我们一对新人的嘛，大家不如掌声转化成祝福送给他们。需要提醒你们，根据婚姻条例所缔结的婚姻是庄严而有约束力，在法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容他人介入，因此你们的婚礼虽然没有世俗或者宗教的仪式，但你们在我和现时在场的宾客面前当众公开表示以对方为配偶并为此签名为证后，便成为合法夫妻的了。好了 Terence， 在这个时候呢，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郭耀辉先生，你是否愿意以 Kulia Sari 小姐作为你的合法妻子？我愿意。大家给掌声我们新郎哥。既然你咁愿意了 Terence， 亦都请你在我们面前向着今天咁漂亮的新娘宣读誓词。长各人见证，我郭耀辉愿意你 Kulia Sari 为我合法妻子。好真挚，好真挚嘅一说。好啦 ，Sari， 轮到你啦。Gunias Sari 小姐，你是否愿意以郭耀辉先生作为你嘅合法丈夫？大家都俾掌声我哋新娘子。既你都愿意啦，两位一定情投意合噶啦嘛，都请你喺我哋面前跟住今日咁有型咁。我请在场各人见证，我 Gunia Sari 愿意你郭耀辉为我合法娶，相交换作为向对方的一个定情信物。首先呢，我邀请我身边的新郎哥先为新娘戴上指环。温馨感动的事呢，我们不要被停了。在这个时候呢，我邀请我身边的新郎哥先为新娘慢慢轻轻揭上头纱。新娘子好靓好靓，新郎哥也都好体贴。好了各位，相信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对新人不得不为他们为我们做一些开心事，是吧？你马上进行签字仪式，
请一对新人就座。
Thank you.
Makasih, ke. Oh, cintanya makin nyambung.